你系咪想抢嗰条鱼啊？系啊，但系想唔想到啊？想到啊，想到啊！肉桂，肉桂啊，黄色噶。诶，金色扭蛋扭唔扭到噶？金蛋。 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一齐扭扭零零扭扭零，点解啊？Let's dance，因为我哋今日咧五楼咧话有个扭蛋场，我哋去睇一睇。即系同奥海城差唔多咯。系啦，即系奥海城咧就搬咗嚟时代广场啦。系啦，睇啲蛋会唔会有啲新嘢咯？希望有啦，我觉得而家啲蛋咧好渣啊。水平鬼。好啦，行啦。 好，我哋喺搭呢个天梯嚟到五楼啦。天梯。系啊，五楼边个位置？点解五楼咧？平时喺楼下好大个噶嘛。系咯。而家喺边度？我呢度啊。点解扭蛋场要排队嘅？系咩？呢个扭蛋场都要排队啊？哦，劲喎，唔知排几耐啊？10分钟啩。 哇！你睇入面嘅，系啊，我而家带大家。我哋飞过去搵啲扭蛋咯。穿越啊！呢啲系元祖级嘅武式扭蛋高达，我以前都冇买嘅，因为我唔系咁中意高达嘅。你1985年出咗世啦咩？1985年系咪边个出世？唔系，1977年喎，佢呢度话，但系呢一套就翻出过嘅咸蛋超人。咁靓喎！好自由喎，翻再版嘅时候。 嗱，以前扭蛋機係咁樣噶啦，你睇下，1977年嘅扭蛋機，其實好似扭糖咪扭呢啲咯，呢啲真係日文噶嚟喎，真係日本運過嚟噶喎，係咯，哦，好古色古香喎，但係2002年係咁樣樣嘅咩？我都冇印象喎。咩意思啊？2002年，2002年嘅扭蛋機係咁樣嘅，點解2002咧？唔係1997，係喎，1997喎，睇錯咗添。個 number 我以為佢係2002年喎，2002年扭蛋機好似唔係咁樣噶喎，誒，金色扭蛋扭唔扭到㗎？ 金蛋得唔得噶？扭唔扭得噶？下面都冇装嘢，扭嚟啫嘛。系咯，点样可以扭到呢啲金蛋咧？我想要啊！你睇下呢个咁大个嘅，但系面冇嘢装喎。系咯，即系买个壳咯。系咯。哇！你睇下呢个几得意。呢个咩嚟噶？呢个咪我食嗰啲糖定系饼咯。我冇食过嘅，点解？扭唔扭过啊？30蚊咁贵啊？系啊。哦，好贵喎，行下先啦。 SYSY呢度咧有个会场优先发售嘅猫猫狗狗喎，系咪有冇狗噶？定系全部猫啊？有只老虎咯。哎呀，好得意喎呢个，有盒有剩噶喎。不如留一个呢个啊。好啊，要扭两个喎。点解扭两个咧？因为咧，你扭完个盒，如果你扭中个盒咧，就要扭呢个咯。吓，佢唔系每只猫有个盒嘅咩？唔系啊，即系分开计噶。系啊。试下扭下，扭睇下。蓝色嘅，蓝色嘅，系咩嚟噶？ 唉，猫喎，同咁凶狠嘅？咦？点解？哦，原来佢有三个表情噶。哼，睇下开嚟睇下开嚟睇下。喂，就攞咗条鱼同埋只猫。咁咪冇盒噶？你一系就留一个盒啦，一个盒就有三个。其实系每只猫有三个表情，嗰有九个，然之后咧其中一个系盒，哇口咪好罕有。系啊。唔系喎，依个系迷人样喎。吓咁都叫迷人？ 佢系咪有条鱼仔俾我噶？但个鱼仔系食唔到落去嘅，一系骨一系鱼咯。呢只鱼啦嘛，大咗个口嘅喎，睇下。呼吸啩？鱼之呼吸？呢只猫可以好多关节喐到喎。全部都喐得，条尾喐唔到。条尾俾你整烂咗啊？系啊。望唔望到呢个满啲喎？呢度有冇纸盒啊？唔知。我想扭个纸盒喎。我觉得白色系纸盒咯。不如扭呢个机扭一个啊。好啊，你试下你试下。好，我试啊，希望系纸盒。 纸盒，哦，另一只猫，又系青鱼，一样嘅又系呢只猫嘅，哇，真系唔甩条喎，你今日吓。如果你扭到骸骨嘅话都好啲。系咯，啊，但系呢只猫靓啲定头先嗰只猫靓啲？梗系头先嗰只啦，头先嗰只冇黑色噶嘛。原来佢有磁力噶，可以食住只猫噶，磁石猫嚟噶。咁劲，只鱼食住只猫。你睇下，你睇下，条条揈噶。 我哋扭宝宝啦，不如扭宝宝，因为 part two 系嘛？系啊，即系上次扮完猫，而家扮狗啦。佢好似唔系扮狗喎，呢个碗熊嚟噶嘛？系啊，好嚟啦 ，Come on baby， 肉龟，肉龟，肉龟，肉龟啊，黄色噶。
我中北場的預感好像真的肉桂啊，你猜是什麼肉桂啊，肉桂肉桂給我降溫無靈魂，肉桂咦又肉桂又肉桂冇運啊，為什麼會是暴癲狗的，那就好了，對了，放下回收了，哎呀放你下去回收就差不多，想扭一個鬼滅的貼紙喎，但下面可以豐滿一點喎，是嗎，那我試下扭吧，下面吧，應該是不是個個一樣的，我想是五款，誰個最多阿妹啊，誰個最多阿妹，就要阿妹了，黑媽媽的，是啊，這個就是上次我們扭到我自己一個人去扭阿妹那個找肉桂狗的時候，好，看看我扭中啲乜嘢先。如果系 D 先有阿妹，唔系 D 啊嘛。Oh no！ 我扭咩啊？系扭咗最 E 啊！你又知？記得。嗱，我搣俾大家睇下。嗱，炭治郎啦，豬頭。睇真系搣啊！點解突然識識？好似飛諗咁，但係有個調轉咗。善日啦，豬頭啦，善哇，呼吸啊，真係冇阿妹喎。呢個冇喎。呢個你冇咩？呢個有喎。有咁咪得咯，唔使扭啦。但這個沒有喎，這個什麼來的，寶寶這個好像很久這樣的，是啊真的有點久的，是啊，但沒有，它是不是又是黃色就是寶寶呢，不是全部粉紅色的，是嗎，劈拍粉紅色的，好了，看看扭到什麼了，很明顯啊，藍色，是啊，企鵝什麼事啊，這隻是寶寶，這個是寶寶來的嗎，是啊，哦，好了，藍色是寶寶，所有檢討好快又檢討啦，我哋因為冇咩扭啊，呢度就其實可以唔嚟啊，大家，因為冇特價蛋嘅。咁然之後我哋俾大家睇下扭到啲乜嘢好唔好啊？首先咧就扭到炭治郎嘅膠紙，但係咧邊俾我哋咧搣完又黐，黐完又搣咧，好似冇乜力啦。然之後咧就扭到呢一個變咗啊，小企鵝。小企鵝之後咧就係咧依一個咧扮碗紅嘅黃色怪物，咩黃色怪物？黃色恐怖怪物。然之後咧就有兩隻可愛嘅小貓咪，但係兩隻小貓咪咧都係開心眼嘅，冇正常眼嘅。然之後咧佢條魚咧係磁力嘅，嘟住喺度嘅，幾得意。不過我收唔到嗰個紙箱。好啦，咁我哋咧扭曬五個啦，扭蛋之後咧就有五張蛋紙咧，佢話可以換支筆嘅喎，我哋睇一睇換支筆啦。即係同上次差唔多。係啦，睇同上次支筆同唔同？唔該，你想換筆啊？係。係咪要俾咗你啲蛋紙，定可以畫花佢嘅？可以畫花俾翻。哦，好啊，畫花俾翻我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啲筆係得一款嘅咋係嘛？係啊，係啊。你有支筆先。好。嗱，有支筆啦。係咪同上次一樣啊？係啊。幾好寫嘅呢支筆，我哋上次。我哋上次奧海城都有換過，奧海城你邊有嚟？係啊，係啊，都係換呢隻筆，但係幾好寫㗎。但係奧海城有啲特價蛋，呢度冇特價蛋。唔計啦，我都唔係。係喎，即係骨頭會靚啲喎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啦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睇下點解而家咧嗰個 lift 咧？以前有個子彈 lift 噶嘛，而家冇咗咯喎。子彈 lift 係啊，望到即係望到成個商場噶嘛，原本個 lift 咁恐怖，而家冇咗咯。